第一个18-92038哈，提主持的，啊，跟习惯性哈，吃药夹跟档案的操作及列印有没有？都是指向列印哈，一放上面，二放下面哈，所以基本上我开个 Word， 啊，开个 Word 档，然后呢选择档案版面设定，你先看它是不是直的哈，直向就没有问题了啊，没有问题，啊，然后呢进到你的吸磁碟机哈，吸磁碟机，啊，叫吸磁碟机。他的第一个要求，用准考证号码建一个资料夹，将丙级检定用的档案资料夹中的副档名是 PABGF 档案全部复制到我们建立的资料夹下面，按档案名称由小到大排序哈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基本上选择档案新增资料夹准考证号码，啊，八位数，八位数以后呢。再去点桌面上这个18003范例光碟，然后按搜寻哈，所有档案及资料夹，我打一个 TAB.GIF 啊，打完以后寻找位置没有问题，以后就按搜寻，他会帮你找，找出来这边要跟你讲30个物件就表示对了哈，然后这时候选编辑的。注意到哈，全选，啊，或者按 Ctrl 加 A 也可以哈，然后再选编辑的复制，啊，复制完以后我点资料夹，回到我们建的这个准考证号码的资料夹，然后选编辑的贴上，啊，贴上，贴上以后这边哈名称的标题这边点两下，拉成三角形朝上啊，朝上，然后再，哎对，由小到大，然后再 Print Screen。把这个画面 copy 下来以后贴到 Word 里面哈，在 Word 点一个贴上钮就行了啊。